材料清单，蛋黄5克80克，色拉油50克，牛奶50克，细砂糖20克，低筋面粉85克，蛋白5克160克，柠檬汁5滴，细砂糖60克，葡萄干35克，朗姆酒30克，朗姆酒浸泡葡萄干2小时待用。将油脂放在烤盘下，从油脂四角向烤盘四角剪开，油脂放入烤盘，将四个角收拢，将沥干的葡萄干均匀撒入烤盘内。为什么要讲以上这几个步骤？因为提前准备可以避免蛋糕糊准备好后还要做这些工作，而导致蛋糕糊消泡。按戚风蛋糕分蛋法制作，首先将蛋黄蛋白分离，色拉油加牛奶打至油水融合，加入蛋黄搅匀，加入细砂糖搅匀，一等过筛，分两次加入，每次加入都要混合均匀，不要过度搅拌，避免起筋，但必须无颗粒。蛋白加入柠檬汁，分三次加入细砂糖，直至达到九成发，将三分之一蛋白霜放入蛋黄糊翻拌均匀，回倒入剩下的三分之二蛋白霜内翻拌均匀，将蛋糕糊均匀倒入事先准备好的烤盘内，振膜使之均匀，预热后用135度烤30分钟即可。出炉后尽快脱离烤盘，烤盘余温会让蛋糕底部变干，影响成品效果。脱去油脂倒扣在烤网上，倒扣压出的膨印有助于蛋糕卷起，晾至温热，表面朝上放置于干净油纸上，蛋糕前端用小刀划两道浅口，蛋糕后端用小刀斜切凸面，这两个步骤更利于卷起和收口。蛋糕前端的油脂卷入擀面杖，借卷擀面杖之力卷起蛋糕，注意用力要均匀，否则中间部分卷不拢。卷好后定型10分钟，脱去油脂切去两头不规格部分即可。